Come on！ 哎呦 ，Come on！ 力量。啊哈！力量，然后一个大，速度，荧光粉，光粉，变咩咧？香港24块港币是台币多少？你怕送啊，妹？掠夺剑，简单换算，直接乘以4。哇，12、8、14、16、90、100块，6颗，好贵哦。看一下，我之前啊，那是以前啊，以前吃一个章鱼烧，100块有3盒，然后一个人吃了18颗，老板娘还问我说，我本来说老板娘我1盒，她说你要不要买3盒，3盒特价100哦，我说好，那3盒，啊你一个人吃吗？我说对，一个人吃，你吃得完吗？我说吃得完，可以晚点再吃啊。烧太久了吧，马铃薯。哇！气死！
放这里啦，烦死了，这里。去台湾觉得很幸福，荷包没那么痛。我刚刚也有看到那只啊，我想说晚点再过去干掉它。会生猫，我这边不足十只有。也没皮膜。太危险了，那只猫必须死。怎样？你没有看到我换火把哦？我不是故意要射他的哦，我换火把。我以为听过解释。好啦，跟你讲，如果不是他死，就是兔子死，我必须让他死。啊，刚刚那边还有一只猫。
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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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多仙人掌哦，来杀一下好了。啊！下雨天也有声哦。怕睡着，先问一下，晚上7点会开台吗？会啊。抱歉，我真的觉得燃烧只有 PVP 好用，你燃烧拿来打怪真的是很难过哎。打动物怎么打考可以啊，谁嘞？能打到考的啊，只是你看打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烫死的算不算掠夺效果啦，那感觉你看皮膜咧，啊出太阳了，夜魅塔哦，我是有个想法啦。可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地狱门，不然我可以现在盖啊，就是需要很大量的那个，要大量的黑曜石。
怎么有沙？有红萝卜了哎、欸！耶、yeah!！那这样子我就去挖那个黑曜石。想下几个哦？啊，能挖尽量挖好了，不要想。哎、欸，这样只是我不知道，我从地狱门出来我会在哪里。
的元安，感谢你的25颗星星，感谢。花那么多黑曜石要干嘛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不是盖那个啦，猪人塔，不是，坚持哦，不是盖猪人塔儿。猪人塔落伍了，刚那个就比猪人塔好用多了。上了，白天再来盖哈，睡觉，白天来盖。
欸，这个我也还没盖过啊，所以还在实验阶段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欸。钓机会改位置啊，那就这里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怎么盖哦。先垫个两格高。如果在自己梦中变成鸟有什么意味？你可以去查，去那个解梦，可以去解梦一下。那个什么周公解梦王子，哎呦呀！垃圾。太丑了吧。随便啦，啊，再来是这样好了，这样好看一点。再來就是黑曜石啦，我觉得太低了，哎，怎样？